爬上顶端压下把布，不仅告诉大家自己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，更告诉自己我做到了。高达十公尺的人工岩壁相当于三层楼高，手脚并用，克服高度的恐惧，挑战体力极限。你喜欢攀岩？喜欢，因为可以在上面攀好久，我爬上去很开心，因为自己可以爬到上面，爬久了就可以就会爬上去了，很好玩，因为能够按到拔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全台最大的室内攀岩馆就位在竹北，最高15公尺，拥有30条难易度不同的路线，馆内所有设备都经过国际攀登组织严格认证，要让大人小孩在最安全的环境中体验爬上爬下的乐趣。他在墙上的时候，他会被迫要很专注，所以呢，他在上面他的专注力就会很集中，爬完那种的自信心。然后到最后当然是你会每一次都会挑战自己，比如说第一次爬了3公尺，我们下一次希望你爬到4公尺。他了解自己的能力之后就很有自信心。新竹县政府致力打造健康乐活运动城市，特色攀岩运动除了训练思考判断能力，更唤醒身体最原始的动能知觉，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同来体验挑战自我。